代理，你把所有代志拢放下，来世界饭店找我，我伫遐等你。你是叫上来？律师，你找律师来创啥？保护我的查某囝。当初我申请保护令，限制你甲多拉见面，是希望伊甲家属会当培养感情。不过即摆恁爸仔出现，阮三个人未来嘛互恁破坏啊。所有的代志。 我要提给你解决，卖阁跟我欠你。等律师来，要讨论什么代志，要开什么条件，做恁尽量开。我会请律师当庭完成所有的手续，以后大家莫有夹杂。当然，我会尽量多啦，我会暂时让伊跟恁回去。也毋过，监护权。 我绝对会尽出到底，尽到赢为止。经过刚刚的事情，多拉要的是什么？你听得不够清楚吗？你根本不在乎女儿的需求，你也没有好好保护她，你只在为你自己着想而已。你莫叫是你这个妈妈做了不好，你知道我重视多拉，你叫伊来回头教训我，你应该知影。 可以看到大人的代志对伊来讲有偌大的伤害，你无资格讲。我嘛无想要找伊来，是他自己坚持要来会场的。你绝对知影伊来会场对伊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。你只是要利用你查某囝，你就动情，你莫甲我讲你有偌高尚。你家己爱干净。 身体还袂好完全，就叫恁丢给要替你查某囝出气，一句话都讲袂好。看你都得变成好我佣兵好啊！今日我对恁所有耐心拢用完了，我无想要跟恁争啊。有啥物话去找我律师讲？卡苏，你唔肯放弃监护权，那恁就伫法官面头前办办了证。 看来你已经决定了，安尼就照你的意思。等下先讲离婚的代志。先讲离婚的代志。我已经对你彻底死心了。刚刚在直播上你闹得非常难看 ，Dora 也了解你对这个家造成的伤害，这段婚姻已经没有维持下去的必要。你别误会，我完全无想要维持落去的意思。我只是突然间想到。 你愿意开什么款的条件，让我伫离婚协议书顶关签你？你从我家拿走东西还不够多吗？我只想要知影，为着你的自由，你愿意用什么条件来交换？比如讲，多来的监护权。这无可能。那么就替恁爸爸海外资产啊。 人咧讲有钱人上大地，都是海外资产，要摕倒来摕一块。爸，我知你上欠血，看你愿意开偌侪钱，来换伊后爸死人。赵天宇，你欺人太甚！是伊先动手的。 为着我即马应该提拢体着啊，敢讲我要参照以前做一个哈巴狗，连爱都袂当爱啊！你口口声声说我爸对你有多差，他难道没有对你好过吗？你对我好拢是有目的，都参照我伫听家就甲你所讲的同款，伊连嫁查某囝，拢是咧做生理。我对伊来讲，只是一个趁钱的工具，伊永远唔信任别人，伊永远家己想家己对。 伊家己用当作栽培，甲栽培当作高中，自我离开恁公司，伊还要做啥我都做啥，我做牛做马我都是为了做人。
每一天我就早起无一个半暝，我无一句怨言，也毋过伊答应的代志，毋捌做甲到。简单来讲，伊就是为了要保掉伊的江山，保护伊的查某囝。我对伊来讲，伊原是一个外人，会当予伊利用的外人。光，有，天理，无够。假使你对我有够好，我都袂抢走你所有一切。唔对，我讲唔对啊，是原本就应该属于我的一切，是我的，这一切都是我拼来的。青天集团在我经营之下，变甲愈来愈大，伊早都唔是以前你交我迄间公司啊。这只是你在为你的贪心找借口。就是我贪心嘛，是你爸造成的。死甲你害到这么惨，要怪你都爱怪伊。罗冠廷，你家己要反省。后一辈若是搁生查某囝，爱记对你的囝婿较好的，孝悔廉颇的道理，你爱记。阿若无想投胎做你的查某囝，伊绝对会衰一世人。你不要再用这种话糟蹋我爸！你自己的自卑是你心里面一直过不去的那一关，所以你把我爸对你的要求全部看成糟蹋。如果我爸对你的安排你不满意，你不谅解，你可以提出来讨论、争取、抗议，可是你没有，你把你所有的怨都累积在那里，给那里也变个安呢，是你家己造成的。我讲过，我真是讲过，要唔过我若讲，伊就是唔肯听，伊唔听有啥物路用？你有想过你可能用错方式了吗？如果是用对方式，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你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不如意，就把所有的错都怪罪在别人身上。你有委屈，我知道，但是是你先对我爸不真心，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。你也一直辜负对你非常真心的我。我瞒着我爸，把重要资料跟硬件都交给你，那是我对你的信任跟支持。可是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的伤害跟糟蹋。我用力付出的爱，变成来伤害我爸的武器。从你背叛我的那天开始，我每天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我在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无做唔对，做唔对是你的爸爸，伊只老虎你所犯的错。所做的孽，你也不会承担。你唔当袂记，伊嘛是一个杀人凶手。我到即马可能白阿囝活得好好，你应该要制服媳妇啊！前半世人毁掉袂要紧，过后半世人，你若和我讨论看卖。要用什么条件来跟我交换，和我开始离婚？唔免，你准备强关，会吃检调，查你的代志。好啊，你尽量去查。我知影你有真多对我不利的证据。迄天伫办公室甲你见面的时阵，我拢看过。我嘛知影你头壳内面有真多对付我的方法。也毋过，你敢敢下手？老狐狸，你爱知影，
所有不法的行为，所有的物件，顶官努力的查某囝，亲身当的因啊，卡做真正要追究，你的查某囝罗慧玲可能爱中刀，可能要负担一点点啊责任，要唔过我会好啊，因为红关的是你的查某囝。检调单位若是要查到底，罗慧玲犯规，死后阁还我一个清白，阁送我一个查某囝，我连监护权的官司都免拍。到时阵，多拉是我的，钱嘛是我的，我甲多拉阁加上阮三个人，都会当过逍遥自在的日子。阿丽。就算我你伫海外有百个千个，你嘛敢会当逐天含着目屎去缅怀你查某囝？这种日子对伊来讲，比死搁较痛苦，对无？老好哩。鬼魂，老好哩！你要做副舰友，我跟你斗三工啊！我跟你斗三工啊！你给我把放开！你放开！我会连你家搞啊！清心！天宇，家兄你冲啥？你是不是要解除多瑞监护权？你安尼意气用事，等到罗慧玲抓到枕头，你敢有计谈？无说甲这种查某人计较。你想要听我的口供，假使你无想要不过两败俱伤，你就莫阁继续刺激天宇，因为我无得保证，我逐摆拢好都甲动来。天宇，咱来等。你有安怎无？囝，来等。爸，是的啦，是我爱唔着人，害到我们罗家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你。免跪，恁无唔对，是爸爸爱你，我若对天父加一份体谅，代志嘛要变。妈妈，你讲，我们失去太多了。就算我们真的有做不对的地方，也都还清了。爸，从小到大，一直都很照顾我，让我无忧无虑的过日子。现在我长大，换我来照顾你。我再也不会让赵天宇欺负你。再也不会让他对你动手了。